什么意思？对啊，这有那么恐怖吗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它咬你。妈妈，我也很怕 broccoli， 因为我也很怕会有虫虫。什么脸、啊？又不想摸它。还会缩回来。奶奶掰一个小小的吃，你看奶奶，它要跑掉。那你小的，那你跟你小的，好不好？你是小的，觉得它触感有点怪怪的，是吗？小皮，这是你的第一颗 broccoli 哦，你要自己吃哦。你为什么不拿起来吃？为什么？他也不敢摸。牛仔裤改14公分可以，它可以避开它的扣子啊。嗯，我、哦、这个好有心，好，你什么意思？对啊，这有那么恐怖吗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它咬你。妈妈，我也很怕 broccoli， 因为我也很怕会有虫虫。我们的榴莲初体验哦。亚明，你看看那榴莲，亚明，耶！榴莲怎么样？你跟奶奶喜欢榴莲吗？你看你。等一下要睡觉。